这么说吧，就是如与其说我帮助他们帮助千玺，不如说易烊千玺在帮助我们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当他把所有的这种人物内化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场的所有组创，其实坚定了对这部影片的信心。我也看着他们是怎么样春和跟千玺融入到一起，然后又是怎么样经过洗礼的这个过程。生日愿望，那就是希望这个角色，这个电影本身，大家的付出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吧，所有人。嗯。